伦多市政府正式拉开了节日的序幕，在弥敦菲腊广场迎来了传统的圣诞树。为家鼎集团 Death Sardines Group 举办的第57届年度星光行做准备，庆祝活动于11月25日星期六拉开了序幕，并持续到2024年1月7日星期日。而其中很受欢迎的一个内容就是和平与爱的彩灯展，与伍德赛德广场购物中心合作展出。这次展览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筹备过程，在加拿大本土化设计后来到多伦多，是来自四川自贡的50多位工匠手工制作了我们的爱与和平灯展。它激发了西方学习中国工艺的热情，手工艺人文的传统文化带到西方来展览，一直深受欢迎。来自中国四川自贡的彩灯可以说已经是加拿大很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了，像加拿大夏日嘉年华、春节活动、元宵活动等等，都有我们四川自贡的彩灯展览，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在加拿大安大略游乐园举办的中国彩灯节，吸引北美及加勒比地区44万游人观灯，今年再次来到多伦多，让人们充满了期待。很多加拿大的居民表示，能够再次看到这样彩灯真的是很棒，充满了神奇，不可思议。自贡灯会在中国属于传统保存最完整最成规模的观灯民俗活动之一，享誉东南亚一年一届的灯会在农历正月开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看，并且经常出展到世界各个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多次邀请自贡的彩灯艺人制作彩灯灯组，并获得了当地人民的一致认可。如今的自贡灯会年产值大约15亿人民币，带动7万人口就业，自贡灯会已经形成了自贡特有的文化产业。中国彩灯隐喻古今，自贡灯会久负盛名，勤劳智慧的自贡人民不仅将无与伦比的景颜技术奉献给了世界，而且将美轮美奂的彩灯工艺贡献给了人类，